这是一处停车场拍摄到的监控画面，画面中的这辆三轮车啊是送快递的，结果这位快递小哥前脚刚走，他这三轮车自己就跑了，而且还不走直道，奔着一辆停着的小轿车就去了，结果咣，把这辆轿车的大灯给撞了。要说这三轮车可会挑啊，还挑一辆好车撞，您说说这一下可给主人给坑了，光修车就搭进去10000多，这得送多少快递呀？三轮车也委屈啊，这哪是我坑你呀，都怪你自己，停车你不拉手刹，你怨谁呀？